北京时间7月29日凌晨 ，ITF40美国达拉斯网球赛结束了女子单打1/4决赛的全部争夺。两位中国选手王雅凡、马叶欣分别战胜各自对手，晋级女双半决赛。其中，赛会二号种子王雅凡，世界排名第182位，以2-0、6-4、6-1的比分战胜了美国选手梅肯纳琼斯，世界排名第308位，晋级半决赛。另一名中国选手马叶欣，世界排名第338位，状态同样不错，在与赛会八号种子墨西哥选手雷纳塔扎拉祖哈，世界排名第239位，以2-0、6-1、7-5的比分直落两盘获胜，晋级半决赛。半决赛，王雅凡将迎战从资格赛突围的美国选手 Mary Stoyana， 世界排名第1085位。马叶欣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瓦，世界排名第260位。此外，在 ITF100K 葡萄牙菲盖拉达福什网球赛女单1/4决赛中，赛会四号种子白卓璇，世界排名第138位，以0-2、3-6、3-6的比分负于法国选手陈夏丽妮，世界排名第245位，无缘半决赛。井号头条创作挑战赛，井号井号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，井号井号王雅凡，井号井号马叶欣，井号井号白卓璇，井号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